台湾第一顶。大条的，哦，大的，有了，有这么远，哎，这样子啊，跟我上半身快差不多了，哦，鲜呢，我喜欢这个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在吃吗？咬到猪，这假的啦，这狗它不是来巡山的吗？给我跑去咬猪，嘿，你们两个，哇，怎么办呢？太夸张了，你们两个给我咬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。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朋友多交是好的，然后如果你这个朋友家里刚好有船，然后你刚好又是花莲人，你就可以申请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出花莲港，然后来去钓鱼。不知道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钓鱼的中鱼几率会不会比较高一点？我们今天就试试看看是不是地缘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走。花莲临太平洋，因太平洋里洋流南来北往，使得洄游性鱼类丰富，春夏大多为 Anaho 青鱼、飞鱼、煎鱼等，秋冬则为鬼头刀、土托、尖梭、带鱼等等。这次回到花莲，第一站就先跟着花莲揪钓团中的高手乘风破浪，往他心中叠加钓点前进。很少从外海看花莲呢，看自己住的地方。我家在那边，哦，在这个方向。然后那边是美仑山嘛，然后那边是中央山脉，海岸山脉在这边，花莲西出海口在这里。花莲山很舒服，花莲就是一个太平洋边上的城市。然后每天早上起来，你就可以看着太平洋。要到海边5分钟，要进山里面20分钟，进太鲁阁半小时，很舒服的地方。Yeah， 然后刚好又有认识家里有船的人，就可以出来钓鱼。抵达钓点后，我们一行人开始准备钓具，只是一切就绪，才正要抛竿试手气时，小鬼突然喊停。看我哈，都不知道是什么命，就是来的时候哦，我常常遇到这种哎，就是出发，然后就跟你讲说，本来要去的第一个点，像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点，今天没有流，没有流意思是什么？因为在太平洋的黑潮来说，它需要有流才把鱼有没有像输送带一样带进来，但今天没有，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没有鱼，但是来了，他说有了一个叫做大雾，大。雾，大雾区，那你知道我去会不会就摸着一层的雾？经验老道的小鬼果然可靠，知道第一个点难有收获，便果决的叫停换点，而且他还说，这艘迎面而来的船一定有好货哦。大哥，有货吗？没有货。没有。有了啦，我来就有了啦。我等下跟你换哈，我放物件跟你换，我等一下拿鱼来跟你换呐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换东西了。快打东西！哎，你靠我来，你靠我来了，来了来了。爸爸不要钓鱼啊！我等下钓鱼啊，钓我跟你换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动力来了，我要想办法钓到鱼来换续蟹。哎，很大哎。很大的，睡，走，先来去钓鱼。尾巴把它捏掉，钩子从后面反过，那个虾子就不会掉。OK。丢了，好，放。顺着这有没有？放到65。放65就好，不能再放下去哦。好，重的话，它那个铃铛会响，对不对？重它就这样掉了。哦。哎，真的没有流哦。这边有流，一点点流。哎，来了，有
吗？来了。你不用急着卷。没有，他是刚没吃中，没吃中。来了。拉吗？来了。这边肉，来，然后呢？这边，跟这个。没有啊，没中啊。有了。中鱼，看是什么鱼。哎，我觉得中鱼就不晕了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中鱼就不会吐了。好，用手动。它没有再拉，不大，没有那么大。哇，那么可爱啊！这什么东西啦？哈。这是鱼啊！这个他给我叼那么大力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是刚还有别只鱼在叼啊，等于你看这全部都没有，你有发现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晕。再高耳朵，我觉得刚是跑掉了，因为我前面可能不太会拉钩子，是好的开始。又要开始等，应该很快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又。来喽！好，大的，大，慢慢收。怎么收？拿一个。这个。哦，这有大条吗？有大条的。因为我知道。真的。你不要骗我，等一下上来又跟我讲怎么可爱。人啊！哎，这有力量啊，大的哦。还在扯哎，他在扯哎。哎，跟刚那差很多，这在扯了哎。睡啊！哎，又不晕了，又不晕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头又不晕嘞，现在在等他上来，33米。哦，他还在扯哎，我加速度其实拖不太动哎，19、18，怎么弄？现在你就这样收，你不要动，就这样给他收掉了，然后自己会停，自己会停，到5米的时候会停，停的时候用手卷，好，之后抬起来，抬干净，抬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了，大小的，哦，大的，有这么鱼。给大锤，然后放点杆子退啊，杆子退啊，拿到签名之后就可以退好杆子。哦，这样算可以。可以，真的哈。对，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怎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抓的方式啊？没有，抓下巴这个。这样，没办法摔，中了，耶！海钓一般到达定点时是停船不下锚的，让船随水流而动，鱼儿也跟着移动，就像活饵一样。为了使钓到鱼的几率变大，小鬼也不断地修正位置。果然，又有鱼上钩。他没力了，挂在一起了。啊，是啊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？老婆还在啊，你都到了吗？我到了啊。哎，还在。对啊，不要不急。刚刚怎么是抱在一起的那样，所以就会变很重。对啊，躺在一起，但是还是有重啊，大的啊。这种对啊，真的啊！天，那一种感觉应该是钓到金鱼了。哎，又来了！大小的，有了。哎，也一样拖不太动，会不会又拖到你的啦？来了，他在往外拖哎。流水啊！大小的啊，这个。一样让他自己收到停再拉嘛，对不对？16米喽，15米喽，小鬼你要来喽，你要来啊？拖不进吗？要啦。拖不进吗？手准，对。哦。你的时候停哦。嗯。来了。好，停起来。再来。在哪里？好，到了，到了，来，奇怪，好，来，哦，哇，香蕉花，哇，嘿，你们两个，哇，怎么办呢？太夸张了，你们两个给我咬，傻眼，我能放掉就算了，他把咬受伤，他咬受伤没办法了，真的非常的大，你看，真的，比沙锅还大的一部，对啊，吃肉。
台湾第一店。哦，哇，香蕉哦，哇，小的，大的，大的。这样子啦，哎，跟我上半身快差不多了。鱼鱼，这个叫鱼，拍个羊角的。小鬼来一起啊！耶！你知道这要怎么解构吗？要怎么解？教你一个妙招。好，你拿个命运石。他这吃太深了吧？怎么解？两个东西。嗯。这东西吃进去。嗯。吃进去之后有没有？这是钓鱼人才知道的。对。然后抓住这个我们的直线。对。捏着，转。哎。有这招，哎，到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不一样的鱼哦，哎，大头包公鸡，包公鸡啊，对，可以哦，这可以 ，OK， 因为我们的这边的水深底是72米，对，然后下面的地形非常的漂亮，就是生态非常好，对，那小鱼都在靠近贴底的地方，对，大条的会在上面。啊，你如果说放到底的话，小鱼就把你的饵吃光光。对，大鱼来不及吃，你就没有饵，所以钓不到大条了。所以你要固定钓在62米，钓在上面，然后大鱼就会过来吃。哇塞！对对对，看，要知道那个鱼的习性，难怪跟对了它哈，就是你知道，就像上天堂。懂得鱼的习性，除了能鱼获满满之外，也是对自然生态的保护。我们也见好就收，启程返航。途中再次遇到蓄蟹船，同样是保护生态，渔民也只捕捉大于8公分的蓄蟹哦。向渔民收购了蓄蟹后，我们这才心满意足的上岸。跟你一样的，这个叫什么？比脸大，差不多。哇！蓄蟹，我以前哈，我说实在，我吃蓄蟹的经验，没有很多。但我对于蓄蟹来说，蓄蟹到底好吃在哪里？你吃看看我们这个野生的蓄蟹，它肉质100%饱满。对，我都跟朋友讲，这哪没有饱满有没有？你拿回来跟我换。哦，真的，然后肉质绝对鲜甜，这是不胡乱的。你不是船长吗？你怎么搞得好像在市场卖鱼的？因为我抓回来都会自己小卖。哦，他朋友会买，因为他们很爱吃。我刚才说这如果没有肉不用钱，这样子来讲，小麦来说这样子多少钱？蓄蟹一只吗？一只，这只最少都要600-700，700-800跑不掉。哦，一只，一只哎，这野生的，正野生的，对，要正野生的蓄蟹是很少的。这叫做银漆，它的鳃是银色的。北霸摔，他们两个是住在一起的，一样从20-30米到100米都会有这个东西。这个叫包公鸡，体型有点偏小，可是还是可以接受的体型。这个时候家里没煮饭也没关系了吧，林大哥啊，这些就麻烦你了。好，其实厨师看到这么好的食材哈，都很兴奋。像这龙虾，我们都一直吃原味清蒸的。对，鱼也是我们把它分一半，那另外一半我们就等一下会用一些花莲在地的食材来下去料理它。哎，蓄蟹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哇，开玩笑。这蒜真的非常的大了，你看，真的哦，这比砂锅还大的蓄蟹，不好吃，没有肉不用吃。走了走了走了，阿内啦！哦，大海的味道，很烫，那是我们原味清蒸的哈，可以看到这个。肉质非常的饱满，哇塞，完美！还有一道龙虾，龙虾，哇！等一下啊，我打电话叫救兵。野生的就是这么饱满，只有野生才有办法做到这样。我家那三个怎么都不接电话？你看错过了。哎，赶快回来哦，龙虾好了，带他们回来吃，拜拜。既然都回到花莲了，还不趁机慰劳一下总是一打二的心爱老婆？有了大厨，我也没闲着，人称摆盘小能手，还不错吧？鱼用什么酱？花波鸡，花波加咸香鸡，咸冬瓜。哎呦，鱼清蒸一定要加冬瓜酱，吃起来会有点咸甜，咸甜又回甘。那再来龙虾呢？你要怎么弄？我用一个新加坡辣椒酱的方法。那我们加了我们花莲的特产。剥皮辣椒跟原住民小辣椒，然后再加点葱蒜，再来蓄蟹呢。这个叶子哦，是我们的叶桃叶，它遇到热哦会产生一个特别的对香气。这是用直接往上剥就好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再加这个我们原住民的马告。
不受大雨影响，野竹林大哥小秀身手，搭配在地香料稍加装点，仅靠蒸煮三两下，满满海味，新鲜上桌。我们吃的话，全口味清淡的，清蒸的开始。对，来了，直接就客了。来，来了，长辈先来了。你先，你先。长辈先来了，哎呀，看起来比较像长辈。那来啊，我有剪过了，你自己夹，你夹。你这一家我剪过了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哈。嗯，来豆腐，到了大人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龙虾，龙虾。咦嘿嘿，咦嘿，咦嘿，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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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啊，哎，弟弟，这个拿去给妈妈。哥哥来，这个拿去给妈妈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吃东西哈，先把家人喂饱，拿去给妈妈，给妈妈。因为反正我们这里还有很多，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在龙虾，我的目标是这个，这个我没有吃过哎。哇，先吃里面的膏看看。先这个吗？对，吃就对了。确定呢？确定。这个哇，第一次。因为。哦。OK 吗？这是鲜度 OK 吗？哦，鲜呢？哇，好鲜哦！你外面有吃过这么鲜的？我没有。哎，真的没有。而且肉也会很饱满，然后蛋也是一样。所以你常吃吗？这个东西常吃，因为它的东西一年四季都有。你常吃我就不客气了。确定？确定？真的哈。高大伯，高大人来喽。给你吃一个这个，这个大人一定能吃吧？厉害，什么都敢吃。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他懂吃哎，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在吃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在吃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在吃。吃这个会长高吗？会，吃这个会长高吗？会，考试还会考100分呢。对啊，变聪明。好，等一下再叫你哈。谢谢，怎么吃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看这个肉，哇，看这个肉，饱满，非常的饱满。这个，赞。要用剥的，啊，用剥的，这没有办法用筷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兄哥，不好意思哈，拎着点啊夹，啊，这我都没夹过物件，哇，直接剥，直接剥，哇，哇，好，报告室，那我这要帮你弄肉才可以。爸爸，你要给我的火。真的哇，你看那个肉那么饱满。哎，这个肉实在是饱满到不行，饱满就鲜，它的肉质就是新鲜，所以才会这样一丝一丝的。哎，它不会不烂，不会烂烂的，不会糊糊的。冷冻的话，哈，进口的，它蒸起来那个肉就粉粉。你看这个肉，直接它是一整片这样，那就下来。所以我说这个不可能没有肉。好，再来还有什么？清蒸鱼。原味吃过了，我们来吃清蒸的鱼。直接来一个，这个是这个叫包公，包公鸡，包公鸡。包公鸡这样吃起来感觉比较像我们在兰屿说到叫女人鱼，应该比较细。哎，那肉质算细。细的，细的。包公鸡的肉质比那个我们的琵琶船的肉质还要细。琵琶船，哇，这个肉就比较 Q Q 了，比较抽丝。哦，嗯，行吧，无敌。所以也有曾经出去的时候，有也是有满载而归的时候，当然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，都有。那个就是老天赏不赏饭吃喽，对，就是靠人吃饭，这也跟人生一样，也不用太气馁，坚持下去，一定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回到花莲，我们就是要这种生活，只取所需。一早跟着小鬼出海钓鱼，再跟着林大哥来到崇德的营地野厨，在舒适又能听着海浪声的地方享受海味，完美结束海上野放之旅。接下来上哪里野？往山里走啦！基本上这个点是我没有来过的，反正花莲就是这样，有空就上山走一走，吸收分多景。我们上次看景是用走的，用走的，一个多小时哦。
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那天没有这个，也没有车啊。是哦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来去看一下路什么时候好。”然后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就一直往上走。对，是好走啦。沿着产业道路向前，原以为会像工作人员说的一路顺畅，反而就在快抵达徒步口时，经过大雨洗礼，多变的山让我们不得不停下车来。外靠朋友，对不对？来到花莲，居然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地方。这里是哪里？树湖。树湖。是旧矿场。旧矿场。对，然后它现在已经停止营运之后，它现在里面有湖，他们以前的沉淀池。那现在附近都是杂草丛生，可是长满了野菜。像以前我知道的，花莲有很多的矿场。是，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上面，也是矿场，还有白豹溪，白豹溪也是矿场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万隆的那个摩利萨卡，对对对，以前也是矿场，没错，然后林田山也是伐木场，对，伐木场。其实，在这些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一些道路，被我们这些劳苦功高的英雄们闯出来的路，到现在都变成我们的大景。我们来去看看这里面的大景有什么。对，好，走。我们这里海拔大概多少？大概900到1100。哇，是最适合夏天上来走一走的海拔，对不对？这里会有蚂蟥吧？上面比较多。是啊。还好。怕是蚂蟥咬不死，怕恙虫。哦，恙虫啊，这个季节还好啦。对啊。夏天啦，夏天比较多。哇，恙虫恐怖哦。被咬一次我就怕。啊，你有被咬过？天哪，他被咬过。它被咬过，那咬过会有抗体吗？等他们一下哦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海拔跟温度，其实是这种温度，这种海拔最舒服，不会太热，很舒服。哎呦，才知道，里面有洞。好，神正在。好惨啊！咬到猪，真假的啦？我完全不想。在这个时候咬到猪，对，我现在在找有哪一棵树我可以去树上面。有狗狗倒还好，但它没办法，要回去。对，但是小帅这样子要怎么办？先把它，等下先把它绑起来，先把它绑起来。待完得一点，咬到猪。真假的啦，这狗它不是来巡山的吗？给我跑去咬猪！啊啊啊！小猪，它太小了吧？哇，它把咬受伤了！哇，哎，不行了，当大猪会来吧？不不不，好了，嘿，你们两个，哇，怎么办呢？太夸张了！你们两个给我咬！哎，哇，怎么办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说实在的，我完全不想在这个时候咬到猪。好了好了，你知道做节目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上来基本上大概都知道要做什么，但这个你知道？不是，哎，这个你拿可以拿，我跑到快累死了。你知道这两只狗给我去咬一只猪回来，好，重点来了，怎么弄？我要怎么处理？傻眼，而且。
能放掉就算了，他把咬受伤了。他咬受伤没办法。等一下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他妈妈会不会在附近？应该还好，有的话一定冲出来了。现在没有就没有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？对，我现在在找有哪一棵树我可以迅速上的。有狗狗倒还好了，对，狗会先发现嘛。但是如果有的话，我应该会先爬到树上。哇，这怎么办呢、啊？他把咬挂了。嗯。好了，不要再咬了。不要再咬了。好了，你有办法处理吗？没有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但他没办法，要回去。对，但是现在这样子要怎么办？先把它吊，等下先把它绑起来好了。先把它绑起来。之前我们看一个新闻，在大安森林公园，有人看到凤头苍蝇把一只松鼠打在地上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就是弱肉强食啊。对，不理他。你救谁都不对。救谁都不对，没错，没错。这就是大自然法则啊。对，没错，不然人也一样。捕捉到小山猪完全不在预期之中，当然也没有准备可以处理的工具，只好简单的捆绑后暂时放在树上，等下山再处理，趁着雨还没下继续往树谷前进。这里一路上上来其实我觉得蛮原始的。对啊，这条路平常来人多吗？都是知道的人会上，知道的上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？就最主要是来这种环境啊，如果你真的不熟悉山上的路况，真的不要轻易尝试，或是你必须得找一个熟识的人上来。对对，这种单独上来真的太危险了。有的人会认为说，好像大家都现在因为不能出国，对，就尝试着往户外。对，可是却忽略掉这其实是你最陌生、最危险的这一块。有危险区，所以上来之后有水的地方，有东西，有蚂蟥。还附着在身上，而且在吸血的情况是不会有感觉的，无感的。对，我们都会尽量穿着雨鞋，然后长袖长裤。OK， 对对对，然后避免有的牧草割到啊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！原本这里水很少，要感谢这个台风。今天我们等一下来烤汤阿给，汤阿给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先把这里点起来嘛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今天用打火石。如果我们一般没有松明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什么取代？竹筷子泡油，或者是山上的话就是山中，或是干掉的竹子用刮的。竹筷子泡油是最简单的，对，在家里就可以准备好。而且你竹筷子就是台湾特有生物，对，好不好？不要来乱丢了，你就可以泡泡油拿了，而且还可以利用。对，还是可以利用。OK。就可以开始堆叠。恩硕在受封专营户外探秘行程，带领想野放的朋友以当天来回或者是两天一夜的方式走入山林，因地制宜落实野外生活。而我们现在也因天候快速变化改变了料理方式。蒜头鸡啊，现在有做花莲口味的剥皮辣椒鸡。但是我现在需要一根木头下去拉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。好香哦！哎哇，这鸡油是很棒哎。好了，辣椒可以来了。这是天然的味素，就不用加盐了。好的，可以。你们吃比较辣吗？可以多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个这样的方法是我第一次遇到，真的很棒哎。因为刚本来想说要去找什么贵族啊，对啊，但没有。尝一口，对啊，身体都暖起来了。这个肉嘛，很妙。我们刚刚没有加任何调味料，全部拿的是它原来食物原来的味道。没错，那个辣椒真的有来有呛，这有。再加一点点就够了，刚刚加太多了，锁喉。你看喝太大了，哇，直接锁喉哎！哇，再来一块鸡肉，再来一块鸡肉。这是我刚自己做的筷子，可以，不嫌弃。取之大自然，用之大自然，对啊，最好了。马告的盐巴，撒一点看看，又不一样味道。现磨的，来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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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马告玫瑰盐，微微的香，好香，很香。在山林里吃的简单调味，充满暖意的美味，说真的是蛮享受的。这趟花莲的野放行，海也去了，山也走过了，花莲还能怎么野放？跟着我回到真正属于我的秘境吧。花莲呢，就是一个不只有山，不只有水。我们还有城市的生活，到现在
最流行的就是把森林里、把雨林带回家里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植人，是吗？算是算。请。他哪一点吸引你？就是在种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每天的变化是非常疗愈的事情。所以植物是会变化的。会一直成长啊，然后每个季节、每个时间的它的样风，应该说它的样貌都不同。你有想过有一天植物可以变得这么样的精品吗？嗯，一开始说真的没有这个想法，没有想过。然后慢慢越来越觉得，哎，越踏入就越觉得它们是可以的。嗯，因为每个植物它都有独特的样子，比如说斑叶植物，斑叶它每一个斑、每出次出来的叶子的形态都不一样。嗯，就像艺术品一样。摆在那里就很美，所以你在家里可以有水竹叶，你在家里可以有爬虫类，你在家里有很多的攀藤，你在家里有很多的观叶。我就是因为这样认识靖宇，然后我今天刚好我也有带我自己家里的植物来，要麻烦你。虽然全台观叶植物店家多，也都很专业，不过还是回到人亲土亲的花莲才最令我安心。靖宇和我一样，不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，只是因为求学而爱上花莲，再加上对观叶植物情有独钟，所以才以种植观叶植物创业，留在花莲。哇塞，这一区是什么？这一区应该有一台车哎，就这里耶，这一区有一台车哎。我的天哪，龙王斑呢？对啊，哇，龙王斑龟背玉啊！这边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Jungle Fever。Jungle Fever 好像没有什么，我对它认识很少哎，比较台湾很少，对不对？比较少的。它可以长很大片叶子，是吗？大概80以上，80以上。现在还有，它国外有种到快1米，一米的哦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这个市价大概目前还好，因为目前你觉得它会涨到多少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它有机会跟神驹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是大型的满绿绒。没错，后面大概还有啊六个零的空间。五个零的空间。五个零的空间。我的天哪、啊！那这个呢？这不用讲。现在有在玩观叶植物的人都知道它。它现在已经是稳坐五个零的空间，然后前面会开始往上跳。对，现在听说已经前面已经到这样了。耶！因为在他们的高度，这个看起来就像是栏杆。居然这个已经变成我们豆家的一份子，豆大麦，哎，豆大麦，不要！待完得一点，现在听说已经前面已经到这样了。耶、yeah, ，你刚讲出来了，但是不要抱着怀疑的口气。大概一颗稳根的，一颗稳根的会几片叶子？三片两片这样子。三片叶子啊，就是三片两片，两片就是跟你没什么交情，然后三片就是有交情。对对对，好一点。对 对, 對，好一点的，有这样给你三片，然后是耶、yeah ，好，懂意思哈？哇，这个东西为什么它的价钱会这么的高？因为它比较稀有。稀有。因为一般来看都是白斑的嘛，对，日本白斑，日本白斑龟，它是用龙黄斑，然后又是长茎节的，嗯，就是、又在更少，这是桔梗，它哇，我很喜欢它哦，它就是大家俗称的陈维明，因为我家有，然后我只是拍照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拍照的时候朋友去，我朋友说，嘿，你为什么有陈维明？我说我跟他认识啊，但我怎么会有陈维明？哦，就那个啊，那个、啊，然后就截图po过来。就是桔梗，因为它就这样，装饰性也非常的好，而且好重。对，白云曼绿绒也是好重，而且它很酷哦。嗯，在暗的地方，这个斑会很明显。那我这里比较亮，对，所以它斑就变少，绿的地方就会变多。OK， 所以你当你要自己在家里种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在什么样的遥控。然后刚刚你说这个，我们如果在这样的生态丛里面，如果说把它这样种的聚集在一起，它会长得比较快，对，因为它会有个微型生态系，
然后它的湿度啊什么会保持的比较好，保水，然后晚上啊露水也会比较多，哦，它们的长势就会变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真的有差，尤其是这些慢绿绒，天然型科的芋头啊，这个龟背芋啊，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它是怕孤单的，它怕孤单，怕孤单，所以就是种多一点，把它种在一起，它会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好。喜爱它就要了解它，进与对植物生长习性研究透彻，进而掌握它的特性，而有了一套专属的栽种方式。很多人都觉得鹿角蕨、山苏它是寄生植物 ，no bang， 它不是寄生植物，它只是附生在上面而已，它不会吸取树干的养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，它是独立的，独立的，它只是附生在它上面，它一样有水，有它自己的根系，它会去吸它的养分，自己的养分独立出来。那你这样的方法是？我这样的方法最主要是因为这三株的根嘛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当鹿角蕨它根系成长的介质在上面 ，OK 啊，然后它有些东西会掉下来或什么，它的腐殖质收集液，就是它的所谓的营养液，营养液它就可以装一些东西下来，对它的成长也是很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鹿角蕨放在这里三叔的根系上，它的长势还有速度就非常快。其实这个蛮像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模式，对对对对，它上面就有一个大的三叔，下面就有很多附生的植物，对对对，蕨类啊什么都会在上面，苏带蕨啊，哦，好酷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一整个，这边这边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这一柱上面，就这一盆里面有几种东西？我刚刚一共过来三种，哪三种？这个火鹤科的，火鹤科的，和果芋，和果芋，然后后面还有曼绿绒，曼绿绒，粉红公主曼绿绒，哦，粉红公主一样也是那个微型生态，它每一个东西缠在一起，它长得会更好。所以这一柱算是你自己弄的，对对对，也很少有人会讲这样种，一般都是一种种植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是觉得这样种植也不错，而且每个叶子长得不一样，看起来比较亮。还有一个，我刚刚看到一个东西，颜色特别的深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紫色的这个，我一直都很喜欢，它会有一个金属的亮面光泽，错，好漂亮哦！这是什么？这叫黑珊瑚水芋。黑珊瑚水芋也是芋头科的。对啊，喜欢很高湿度、高水分的地方。OK， 最好种在水里它会长更快。种在水里？对对对，我们种在陆生也是可以。OK， 底下的土要换成泥土、甜土那种黏黏的。OK， 然后来种它就会长得也是会很好，可是没有在水里快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反其道而行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像阿嬷照顾孙子一样，一直喂他吃东西的习惯，你就种这种黑珊瑚水芋，因为他会很愿意接受你的浇水，对对对对，一直接受你的灌溉，他就越长越好。晋宇打造的植物天堂，根据植物的习性，分别栽种在不同的区域中。不止植物有分区，晋宇的工作也有分类。其中有一区专门治疗，也就是我来的重点了。盆边先拍松，让它枝材还有一些根系，如果是粘在盆壁的话，直接拔起来，它会受伤。它会影响到它新叶还有植株的发展，有可能感染还会死掉，最严重的吧，千万不能死掉。不会啊，我们会小心用。OK， 那是稍微把它。那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黑手指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？浇水浇太多。浇水浇太多。浇水浇太多。会觉得它很渴，就跟阿嬷一样。对对，阿嬷的孙，阿嬷的孙永远是饿的。饿的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小心哦。我先慢慢拨。你在你这边，不管怎么弄，我都不担心，因为我随时可以转身，就拿一盆回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很小心。这个在我家有大概一个多月了。根系哦，根系在这边盘住，盘根错节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在家里面敷的这个盆，对这个植物来说，其实有点太大。太大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换小一点。我把它稍微换小，然后也换漂亮，让它可以把那个根系下去，把整个盆里面就包住。它如果在里面能够发展得很好，它就会开始从上长叶子。如果根系没发好，它很难抽新芽出来。没错。
OK。换盆最好的时机点是什么？观叶植物。上观叶一般来讲都是在春天。春天。清明节过后，它开始会长得很快。真的、哦？对。那我现在换会有什么问题？现在换是怕等一下入冬了会有问题。可是，所以我们刚刚在弄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要把它全部的根系都给保，就是保存住，不能拉断然后长，因为它现在长非常慢。对。所以你看嘛，我会再选择在这时候换盆，完全是因为台湾第一等，知道？所以这盆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，雅琪姐，因为到时候浇水的时候，它这个是陶的，它会吸水，要毛细孔一吸，上面有湿气有水气，它的根就往这边去，它会长发根出来去吸水气，因为它的食物在那边，植物对我来说它很慢，但是它会有一种，我要去找东西，我要去找东西，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不要浇水，对，先不要浇水，一点一台肥料。OK， 不浇水，我大概几天后开始浇水？一般我们是把手指头插进去，对，插在一节，然后等那个手指头，就是不然是土是干干的，对，就可以再浇。OK。这一盆我们要拿来种什么？种大麦克。你会不会太慷慨一点？摘完得一点。好，这一盆我们要拿来种什么？种大麦克。你会不会太慷慨？不会吗？你确定可以？确定可以啊！底下我们会先放这个，这种排水性比较好的石头。这叫什么石？这个叫做发泡链。发泡链。然后根系下去，然后它如果又不小心堵塞，它整个会烂烂根，那就会烂根。就把它垫高去，然后再来就是铺一些我们配好的介质，椰签、椰块，然后。培养土、致石，还有火山石，其实很妙哈。你看种植物来说，里面你必须要有能够保水性的，你必须还要有能够滤水性的，你还要有能够高透水性的，你就没有，你就不会去闷到它的根，然后以防它烂根，然后再加上你也不会让它完全没有水流在里面。我们很怕根系直接碰到肥料会有肥伤，所以我们会在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，资产，然后让它跟自己去抓。因为我自己种植物，我就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是，比如说这根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说，要让它长大一点，我就把肥料先撒在边边，然后就肥伤了。就肥伤，对啊，对，很快，然后叶子就会掉，后叶掉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主角请出来。哎呦，大麦克。Oh my god， 这个非常大，今天风也很大，但小心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吹裂了好吗？大麦克的，很大哎，大啊！天哪，这我已经想好要放家里的哪里。你家也可以放哈，你家如果要放的话没有问题啊。我明年开春的时候，我就切，好不好？我就切给你。那切给你，我们自己公司内部还是会有公司的价钱。收到的，直接倒进去，好，别倒，直接挡到镜头。啊，你有看他根系了吗？嘿耶！要不要拉高一点？我们再拉高一点，高一点怎么拉？但你现在根系已经下去了，哎呦，轻轻。就像是我们家 Randy 走过去把它当栏杆，咔，给我折掉了。哇，有可能哦。我们家小 Randy， 这可能不是的，还是没有要跟他说。不是，这个千万不要放在你随时可以去扶的地方，因为在他们的高度，这个看起来就像是栏杆，然后咔，都给我弄断了。居然这个已经变成我们豆家的一份子，我们就好好的照顾它。豆麦克，豆大麦。豆大麦，豆大麦不错，吉利耶。它这几天它的那个叶子啊，会比较倒一点。OK， 它没关系。然后大概两个礼拜的话，就停回来。OK。好，风太大了。啊！等一下。不要，直接。太多。快点！好，不要让它被吹掉。不会了。
你看看定宇就是如此的令我放心，植物交给他绝对会回春更健康。除了照料，在运送上更是一个大考验，不仅要层层包裹，还要固定好不摇晃，才能将植物完美的送到客人手中。靖宇的售后服务完善又贴心，希望让每个人在家就能拥有山林野放的享受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